小心哎、欸，小心哦、欸、那个下去是绝崖哦。这一幕真的好惊险，小男孩攀着外墙，好奇探头往前倾，妈妈赶紧上前一把抓住，就怕孩子一个不小心摔落深达百公尺的悬崖。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位在金山的竹台双屿出现罕见猛烈大浪。可以看到强浪不断打上岸边礁石，激起阵阵浪花，不过还是浇熄不了游客的热情。很少见，因为它今天的浪花很漂亮。大批游客蜂拥进入石头山步道，就是为了来朝圣后方的竹台双屿和美丽浪花。导游也忙着帮游客拍下美照，可以看到游客不惜贴近海岸线，浪花越大拍出来的效果越好。不过其实暗藏危机，一个大浪打来，可能整排人就不见了。就是因为天气晴朗，让人忽略了风大浪大的危机，才会导致这几天东北角落海溺水意外频传。游客在开心出游之际，还需要注意自身安全，以防意外发生。记者朱丁龙、蔡宇山新北采访报道。